美国慈济医疗基金会举办新春祈福会，也不达执行长的交接，由曾慈慧交棒给新执行长葛继舍。而多年来，慈济志工曾慈慧在医疗和国际赈灾方面总是走在最前，无私奉献，堪为仁义会的精神表率。祥狮献瑞，热闹登场，揭开新春祈福序幕。前来的民众都感受到一股欢喜年味。Every time we come here, I just get a feeling of love and charity. I mean, it just feels really wonderful here. 这次的美国慈济医疗基金会回顾过去一年来的行医足迹，而执行长曾慈慧也将在新年过后卸下这个重任。Thank you, Sister Deborah, for the past 20 years, all of your effort to set up the medical system, set up everything. And Dr. K will continue. 慈济志工曾慈慧参与过多次国际赈灾和义诊活动，他的足迹遍布海地、巴西、美属萨摩亚等国家。他也成功推动美国第一部眼科医疗车。曾慈慧为生命无私奉献的精神，就像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：化无用为有用。人生只有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。大爱新闻郑尚美志工美国报道。